大家好，我是完美特派员于慧，今天来到是国际秋冬鞋展。根据读者爆料，这边有一家厂商很特别哦，它的鞋款呢绝对是独一无二，而且材质非常非常的好。到底什么样的超级鞋款呢？赶快带大家去瞧瞧咯。结果我发现美女哎，嗨，这是传说中的郑总监。哎，你好。很特别，发现你的鞋款呢、全部都是独一无二的。请问一下，当初怎么会想要创立这个品牌呢？当初会创立这个品牌，是因为我太喜欢鞋子了，我的鞋柜里面拥有100双以上的鞋子，所以才会创立女鞋雅西这个品牌。雅西这个名字是由我的女儿的名字来取这个我们品牌的名称，那希望她能够永远的传承下去，所以才会以我女儿的名字来定义这个品牌。而且我发现呢、总监你们家的鞋款呢、说实在我在市面上还真的没有看过，因为它非常的时尚，然后非常的独特。请问一下，你的鞋款一般都是销售到哪个地方去嘞？我的鞋款都是针对各大精品的精品店跟所谓的网络市场的部分，所以一般的话就会在那个各大的服饰鞋店精品店里面会看到我的鞋子。所以意思说跟你买鞋的这个民众都是贵妇等级，然后很懂时尚的等级的那些消费者。是的，因为懂时尚的人他才会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精品。那你觉得什么样是真正精品？是因为它的设计好呢，还是材质好，还是对我来讲，我们的设计跟材质用的都是最好的，那而且都是最新最流行的款式。那我自己鞋款呢、也非常非常多，只要穿到不好的鞋脚就会臭。你们的材质是用到什么的？我们的材质就是用严选的胎牛皮、小牛皮、小羊皮各项精那个上等的材质，然后来做我们的鞋款。所以像胎牛皮的话，据我所知是刚出生的那种小牛，所以它的皮是最嫩最嫩的，穿起来一定非常舒适。而且据郑总监说啊，他的每一双鞋子除了自己设计之外呢，他还会自己亲自来去试穿。总监，你的脚型是属于什么样的脚型？就是跟一般台湾女性一样，就是比较宽宽肉肉的脚型。那我们在试鞋的话就是会比较严格，因为想要试出说这个鞋款它有哪里做的比如说压线还是其他地方会让脚不舒服，那以我们这种脚型来试穿一定会是最准确的。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的秋冬鞋款当中呢，我很期待可以看到你们最新的这个鞋款，是不是可以请总监带我们去瞧瞧好不好？好的。我挑了一双呢，我第一眼看到的就超喜欢的，这双超漂亮的，总监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一双是以那小羊皮的材质那去做的鞋子，那上面有今天最流行的胖带，所以非常适合搭配风衣款式。那再来它高防水台跟它粗跟的设计，站久也不会酸，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这很棒的是啊，你看它就是很稳。像我们之前挑鞋子的时候，我们都会把鞋子往下一丢，看它会不会摇晃。这一双我刚才丢过了，发现它非常的稳固，而且这个最流行的这个胖带很适合我们秋天来搭配。接下来帮大家挑了一双，我觉得秋冬一定会穿到的靴型。我觉得这超漂亮的，总监。这双很漂亮，这双是用最顶级的胎牛皮去制作的。那它是今年秋冬最流行的元素，有铆钉啊、挖空踝靴的设计。而且我觉得总监你真的很用心，你除了材质用胎牛皮最顶级的材质之外呢，各位你可以看到吗？上面这个铆钉啊，一般外面都是用贴的，但是总监这一双啊，全部用钉扣哦。钉扣代表说你怎么穿都穿不坏，你真的是下重本要给消费者最好的这个鞋款。而且我发现呢、这双鞋款的设计很特别，总监为什么这边要拉一个往下拉的一个弧度呢？因为下面有挖空设计的话，会让脚踝看起来比较有往上延伸的感觉，那整体穿上来的话会感觉腿型比较修长。而且我觉得这双鞋啊，除了漂亮之外，它这舒适度很棒，因为里面你竟然加了乳胶垫啊。里面是有高密度的乳胶垫，那是为了让客人穿起来脚的感觉能够更舒适。
次强调一下，雅西的鞋款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我发现一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对不对？但是呢，我要开咯，会变色，会发亮哎。请问一下，这设计好特别哦。对，它这个呢是我们最新的，然后它就是有三段式 LED 的灯做变化。那你现在看这个是这样，就是它的闪是一闪一闪，那我们还可以让它持续。对，然后早上的时候不要那么高点，你就可以把它关起来。然后呢，这个呢是第一个，就是它比较快，比较快节奏，就可能我们晚上去跑趴的时候，想要来点不一样的感觉，你就可以就是给它这样子用这样的特效。对对对，那它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就会想说哇，那这样一直闪着没电怎么办呢？来给你们看一个厉害的东西，来这边，这里面呢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充电器还充电，对，像这种基本的呢，我们都可以充，直接这样插着，然后接电脑，接在电脑上，这样就可以充电了。然后你就不用担心说哇，就是没电怎么办啊，或是你可能穿鞋子出去玩去跑趴，那一鞋子突然没电就很尴尬，你就可以直接拿着你的行动电源这样子插着充。就 OK 了，是不是很方便？我觉得这鞋款真的很特别，喜欢吗？找雅西就有咯。跟大家偷偷说，我发现了一个网络人气美女，居然也在我们雅西这边呢，赶快去问她。Hello， 你好。哎，我认得她，她是网络人气美女小头哎。哎，你的粉丝团人数有多少啊？15。哇，我真的帮大家抓到野生美女了。你也在看我们的雅西的鞋款吗？你现在拿的这双是你想要买的吗？因为最近我在练跳舞，就想要找一双就是可以穿起来皮革很软，可是又有高度的鞋子，找超久的。真的哦？那你当初怎么会知道这个雅西这个品牌？因为网络上都会有一些评价，就会上网去找说看哪一件鞋子比较好穿，然后跳舞的话又不会很容易磨脚，那个鞋跟很容易磨平之类的。对，而且我相信你们跳舞应该是除了就是舒适很重要之外，它的时尚度也非常的重要。这双你打算要怎么搭配呢？应该会穿的有点帅气吧，因为它上面有铆钉，这样一排我觉得很特别。对啊，